单人进阶二图打法思路，这一把小赚了500万，开局直接先去商店，这里注意一下过路的敌人，在店里入一个撤离电话，然后把它先放在加密箱。二图下矿一定要把生命探测仪打开，这里特别容易有老鼠，运气不错矿车还在，进来后别打入口的怪，我们直接去主楼。 解决完楼里的两个小怪后，开始开箱。这一楼有好几多个宝箱，等全部开完，第一波敌人也差不多进来清野怪了。这个时候直接上楼顶，看到了在对面，我们假装这里没人就行了，等他按耐不住时就打。接下来继续开箱子，主楼的箱子基本都能净赚100万。 胆小的可以召唤矿车走了，胆大的过来舔包，接着我们继续等人。你看，这不就又来一个？这人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灰灰的盒子有晨光护体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来的应该都来了。现在可以把附近的巷子开一下，如果遇到奖杯，记得放加密箱。你还别说。 没人抢的滋味就是舒服。现在到主楼打一下 boss， 点一下他会来主楼找你。打完后看了下，没啥可用的，现在把楼顶的金条收一下，准备撤离。这一把净赚了500万。